返航开始。Halo, aku kangen.现在拿一台苹果的手机，然后这是一个6 Plus， 然后打开手机的设置，设置里边呢，我们把 WiFi 打开 ，WiFi 打开，然后在这里的话，搜索出来这个设备的名称，连接上去。然后呢，连接上之后呢，我们再打开控制中心，由下向上滑，它会在这里搜索出来这个 AirPlay， 在这里会显示出来，然后点开它，然后在这里选中，再勾选镜像，点完成，啊，就是已经是同步上去了。这是苹果手机的，然后我们看看，来测一下延迟这些。比如说像地图啊，这样的都是同步上去的。比如说像这个相机这样子，都是实时的同步。然后再看一下这种。
手机可以用4G， 用4G， 点击一个。路线规划成功，全程9.2公里，大约16分钟。这里有路线图，然后呢，再包括说像。百度导航将持续为您服务。我们现在来测一个延迟的延迟。210米后，在道路尽头右转，进入合唱东四路，前方两。奔跑的兄弟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。点继续播放。哇！谁呀？腿怎么那么长？哇！正中我喜欢的大长腿啊！我不行，我的老天哥！哇！这个是不是美啊？哇！对了，还有谁？亚楠，刚才在干什么？王总来？没有，我在创业。前方2公里处，仲恺大道有400米，行驶缓慢。好，我就私立城。太好了，你我。